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李长者在这一品的前面，有很长的一段开始，内容啊非常的精彩，我们还没有学完啊，今天我们接着从《大义名词经》啊，从这一句我们把经文念一段啊，这是大义说明这一品经啊，这一品经法实性性，但以法界不思一尘，一切至诚而发其心，不以佛，不以佛法，不以菩萨法，不以声闻法、独觉法，不以世间法，不以出世间法而发其心。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今天我们再接着啊，看下面的文。但无所依发菩提心，但以一切智发菩提心。这个里面意思非常之深啊！这个华严是圆教，是一乘。啊，是无上乘，他还在大乘之上啊，清凉李长者为我们的开示，我们要记住啊，宝贵的教训。经上说的化身菩萨了啊，即使凡夫，凡夫也有份啊。凡夫是什么人？清凉给我们说华严十种当机最后一种大心凡夫。什么是大心？确实跟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心包太虚量州杀界，没有这样的大心不是华严当机啊。那不是华严当机，华严经可不可以听呢？可以听，听了有什么用处呢？佛法的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个大心凡夫啊也不是天生的啊，从哪里来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闻一乘法，熏习成种啊，这一生当中遇到了，能生欢喜心呐、啊，就变成了大心凡夫啊。道理在此地啊，因此只要欢喜接受，总是有缘啊。可是这一生要想成就呢，当然困难啊，这是肯定的
这个不能不知道。那什么叫成就？彼得了生死出三界才叫成就啊！如果学佛学的时间再长，出不了六道轮回不算成就啊，至少啊要出六道才算是成就。这个事情不容易啊，出六道这个经教里面佛讲得很清楚啊，必须断见思烦恼啊。大小乘教里面所讲三界六道88品见惑，81品思惑，要断尽才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啊。那么照这个说法呢，可以说末法时期啊，这个地球上70亿人呢、恐怕连7个都找不到。这真的不是假的啊，1万分之1了，不是1万分之1了，不是10万分、1000万分了，1万分之1，大概都没有啊。那怎么办呢？幸亏有一个特别法门，不用断烦恼，待业往生西方净土啊，这行啊，可靠吗？行，华严经可以做证明啊。华严经到最后文殊普贤发愿往生，带头示范呐、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这是诸位同学都非常熟悉啊。所以《华严经》末后这一卷啊，就成为净土5经之一。那我们生在末法时代，根性不是上上根人，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这个事情总要清楚，总要明白啊。那么念佛往生比起其他法门在讲的常讲了84000法门呢、比较容易啊。虽说是容易啊，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啊，他还是有条件的，净宗念佛往生，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18界他的条件可以不断烦恼，但是不能不伏烦恼啊，你要把烦恼控制住，烦恼不起作用，这才能往生啊。如果烦恼控制不住，常常还起现行，那只能跟净土结个法缘啊。来生来世还是继续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诸位要晓得非常可怕了
堕落很容易，出头很难啊！啊，这不能不知道。啊，诸佛菩萨千经万论里面讲的太多了，啊，绝对不是儿戏。如果我们要把这些经文看清了、疏忽了，那就是自甘堕落。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这一些现实状况，啊，再想到佛祖教导我们，持戒念佛，啊，世尊灭度之前教诲我们，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这两句教诲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我们能不能持戒？我们很想持戒，可是怎么样呢？没有学过戒律，现在学讲经还有地方，学戒律没有了。民国初年真正懂戒律学戒律的只有弘一法师一个人了，弘一法师以后啊，没听说过了。啊，佛教在现前大家都知道啊，衰微到了基础，啊，世间一般社会大众对佛教误会的人非常之多，啊，什么原因呢？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都把持戒疏忽了，啊，所以让社会大众啊看到我们这些佛门弟子，自然产生误会，啊，不会令人信服啊，啊，所以我们不能怪别人呢。回过头的想想自己，我们的言行举止能让社会大众尊重吗？啊，能让他们尊敬吗？啊，别人凭什么尊敬我们？这个要知道，我们做得不好，不是说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简直是做得不好，让人看到失望。啊，于是我们要反省，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啊，能把这原因找到改过来，这叫忏悔呀！啊，忏除业障啊！啊，为什么过去的人能持戒，我们不能持戒？
啊，过去的社会安定呐、啊，几千年传统的教育，依然能够影响社会人心啊！可是到最近这个一百年啊，至少可以说八十年，我们传统教育的影响力了，连根拔除了，佛法是四道，四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我们孝道呢，在这个八十年当中啊，逐渐的消失掉。现在几个人懂得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没人懂得了啊，孝道没有了，师道就没有了，戒律没根了。不但是戒做不到了，连十善都做不到。诸位要晓得，十善不是戒律啊，净业三福是净土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只有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在从前，真的在家出家了，这一条四句啊都落实了，所以他还有一点成就啊，不能像祖师大德那样大彻大悟啊，成佛作祖。但是如果遇到净土法门，有这一条的基础啊，这四句能做到，念佛待业往生，决定成就啊，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吧，稳稳当当 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四句也没有了，念佛不能往生啊。啊，我近几年来常常讲三教的根，三教儒释道啊，教化中国这个族群2000年了，根深蒂固啊，儒家的根就是弟子规啊。啊，为什么要学弟子规，扎这个根啊，道教的根，太上感应篇；佛教的根，十善业道。啊，你看这个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弟子规。啊，落实就是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就是感应篇。修十善业呢，
落实就是十善业道。这一句里面包含的三教的基础教育，三教的根本。这个实在讲都没有入三教啊，具足三教的根了啊，有这个根学儒学道学佛都会有成就。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怎么知道需要具足这三个根才能学佛呢？你看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对吧？这入佛门呐、啊，所以入佛门的条件呢、啊，前面这三个根没有，别说出家了，在家要求受三规，都不具足。哎，可是祖师大德也有一句恒顺众生的话啊，叫什么呢？戒云三规，你不具不这个条件，你来受三规，给不给你受？也给你受，是不是形式上的受？实际上你有没有呢？实际上没有啊，给你一个三规五戒的证书啊，大概佛教会承认你，佛菩萨不承认，鬼神也不承认。那为什么？有名无实嘛啊，所以叫名字三规。天台大师讲六界佛里面啊，对这一类的人叫名字即佛，有名无实啊，这是佛菩萨护法神不承认的啊。到什么时候承认呢？这个提升一级，观行即佛，佛菩萨承认你了，护法神承认你了，一切善神都承认你了啊，观行人真干呐、啊、真学啊，观是你的思想见解改变了，形式行为改变了，真的一教奉行啊。所以我常常劝人的啊，你真的要想学，不能在家出家啊，先把弟子规落实，太上感应篇落实，十善业道落实啊。多少时间呢？发个狠心，一年呢，把这三样东西做到，然后你再求受三规五戒，真的而不是假的啊！三规五戒你可以做到啊！如果你再想出家呢，那你必须还要把沙弥律仪落实啊！你是个真出家人，那就不是假的。有这个基础，在佛门里面，无论学哪一个宗派，无论学哪一部经典，你都会有成就。这个成就就是你会开悟啊！你会证果啊！
啊，你能自度，你能度人呐、啊。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是假的，永远是名字为重啊。啊，所以今天这个地方讲到，你看前面我们念的“不以世间法，不以出世间法而发其心”呐，啊，但无所依而发其心，这个高了，这个无所依呀。就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 无一处啊。那是上上根人啊，华严是一乘圆教，真的是上上乘人，不是普通人啊。可是我们普通人一定要从自己本位上做起啊。这个能大师，我们只有顶礼，只有两目，可不能学他，学不到的。啊，要学呢，一定是按部就班，啊，从《弟子规》，啊，从《感应篇》，从这学习。到无一处啊，那才是以一切智发菩提心的啊。可见的人家在此地已经转识成智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就像六祖见五祖那个时候，坛经上记载，他说了一句话，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这就是但以一切智发菩提。啊，菩提是觉悟啊，觉而不迷啊。那我们如果见五祖，肯定是像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啊。人家常生智慧，我们的常生烦恼啊，具足妄想分别执着，怎么不常生烦恼呢？怎么会成就呢？啊，这个事情不是佛不慈悲，佛也无可奈何，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佛度众生用什么？用教学，就像老师教学生一样的。佛没有隐瞒，诸法实相理事都告诉你啊。这个四十九年讲经说法了，都讲清楚了，都讲明白了，这是佛力的价值啊。有没有加持到我呢？这问题就是我有没有接受，我要是接受就加持到了，我不接受加持不上啊。什么叫接受呢？譬如讲我们劝你学弟子规，
那为什么要学《弟子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要不要做到？怎么个做法？哎，《弟子规》就是教你做法嘛。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两句就是儒家《弟子规》啊。如果你不用儒家行，小乘教里面有啊，那小乘教的经典很多，儒家这个好简单的啊，总共360句，一句3个字啊，全文才1080个字。你说方不方便？中国人聪明啊！啊，用《弟子规》，用《感应篇》代替《小乘经》，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佛的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佛不承认，佛说那是非佛弟子，那不是佛的学生啊。佛的学生呢，要依佛的教诲，不能够劣等，按照顺序来学习啊。所以中国佛教传到中国来是按顺序，小乘经典翻译相当的圆满，就是现在大乘经里面的四阿含，那小乘经啊有相当的分量啊。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啊。看看儒跟道的教学不亚于小乘，而且从心量上讲呢，还比小乘啊更广阔啊。于是中国佛教啊就用儒道代替小乘啊，有这个基础直接入大乘。道理在此地，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啊？一定要从儒跟道这里打基础啊，就是把三教的根抓住啊，那你就得到三教的加持了啊。我弟子规落实了啊，儒加持了啊，感应篇做到了啊，道加持我了，十善业道做到了，诸佛加持我了啊。你这家有善根呢，具足入佛门的条件啊。在家学佛你可以受持三规五戒，在家菩萨戒啊，出家学佛你可以受持沙弥律仪啊，比丘戒、出家菩萨戒啊，你这个才一帆风顺呢。如果基础没有，那个戒是白受了啊，形式上受了做不到啊。怎么说做不到呢？戒是清凉，持戒的人心地清净平等清凉自在啊。不持戒没有戒律的人心里面烦躁啊，我们一般人讲心浮气躁
不离其情无欲，你就烦恼啊。那么这是讲的华严贤首品所说的啊。再看下面论文，不如三乘啊。啊，三乘是对一乘说的，华严是一乘啊，他就不如，就不像，不像三乘人。三乘人怎么样呢？三乘人小乘、中乘、大乘。啊，小乘是声闻，中乘是缘觉，大乘是菩萨。一以卧故发菩提心。他们有依靠。啊，大乘无异，他们也就前面讲的，或者是一时间法，或者是一处时间法，啊，发心啊。那么这个我们在经里面读的太多了，不必细说了啊。比如说见众生苦，激发我们的悲心啊，这样的发心，这个都是有依靠的，不像圆觉菩萨。底下一说，不以三期戒后有佛果故发菩提心，这都是属于三乘啊。三乘人讲什么？三大阿僧祇劫之后啊，你就成佛了啊！你现在发菩提心，好好的修啊！啊，三大阿僧祇劫之后，你就成佛了啊！那你是为什么发菩提心呢？仰慕佛陀，希望我也能成佛啊。一乘教里面呢，没有这个妄想，这个念头是妄想啊。啊，妄想分别执着里面有善有不善，有净有染，跟诸位说都是对立的，相对的啊。然里面有善不善啊，善行果报在三善道，恶念呢果报在三恶道，总不离业因果报啊。净业呢，净业是染净两边，那就是善恶两边不离开了修的净业了，不错，净业能除欲界啊，就是看你的功夫。如果是福没断啊，把善恶两边都扶住了，扶不住啊，善在欲界天没有离开欲界啊，扶住了，善恶两边都扶住了，声色皆听啊，看你的功夫浅深，功夫深的
升到四禅的，功夫浅的啊，初禅、二禅、三禅不定。啊，功夫再深一等的，就到无色界天。出不了三界，怎样子出三界呢？真的断了啊！我们讲灭断啊，不是佛烦恼，是真的断烦恼啊！那么你就超越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啊！啊，依靠这个发菩提心，可以超越六道轮回，超不出十法界。啊，为什么呢？他是得的定，定功身不会退转。啊，因为他不退转，所以他就从福烦恼到了断烦恼。那要怎样才能超越十法界呢？必须把烦恼转变成智慧。啊，定能伏啊，没转。啊，转烦恼为菩提，啊，这就好了。啊，这就是大乘，这不是小乘。啊，大小乘差别在此地。啊，转烦恼就是菩提，那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这真的成佛了。啊，烦恼菩提是一，不是二啊。啊，凡夫不知道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要想把烦恼断掉。烦恼断掉，智慧就断掉了。啊，佛说伏，佛说断，都是善巧方便。啊，帮助你，帮助初学。啊，到有一定的程度了，再告诉你，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一念觉悟，烦恼都变成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佛家讲的厚德智啊，啊，根本智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般若无智啊，那是根本智啊，德根本智啊，烦恼就转变过来。啊，这个情形，大乘教里面讲开悟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呐，啊，大彻大悟，转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转世间为出世间，一转一切都转了。这天台大师讲的分真即佛啊，但真的一点不假啊，还没达到圆满。为什么没达到圆满呢？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很多了啊，可是确定了，不妨碍你修行，你度生啊，你确实这个智慧德能呢，跟究竟圆满佛差不多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叫正等正觉啊，虽然不是无上啊，那个正等。等于佛
当然等于佛还不是佛，等于佛啊，就是说遍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有感你都能够应化啊，众生有感你就有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现什么身，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你有这种智慧，你有这种能力啊，你有这样大的福报啊。啊，这个绝不是全教菩萨所有的啊，就是不以三大阿僧祇劫之后啊，你有个佛果的这个希望，不是一种不以现在三世有佛果故发菩提心啊，这真的依这个发心的人不少啊，这都三千人的啊，依说现在佛啊，阿弥陀佛是现在佛，毗卢遮那是现在佛药师如来是现在佛，都没有灭度啊！啊，释迦牟尼佛呢？过去了。啊，弥勒菩萨将来成佛还未来，时间还没到。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灭度了，弥勒还没出世。这个空档的时间很长，谁来度众生？诸佛菩萨都来，只要众生有感他们就来应啊。不过来应怎么样呢？不是现佛身，就这么回事情啊。普门品三十二应除了那个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这一条没有，其他统统有，所以不要害怕了。众生越是有苦难的，佛菩萨出现这个世界越多，就是不定用什么身份，那怎么样才能遇到呢？给诸位说，有缘就遇到了。缘太广了，太多了，太复杂了啊！总而言之，你过去生中跟佛有缘，你就会遇到。没有缘呢，就是当面遇到了也会错过啊。有些人不是没有缘，是有缘，是遇到了，真的错过了，甚至多次错过了。这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有缘，缘不深，烦恼习气很重，所以往往呢，这种机缘呢，从面前溜过，很可惜啊。深入经藏，依教修行呢，到自己功夫稍稍得力的时候，这些事情啊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原来就在眼前，就在周边。
啊，对自己修行呢，确实增长信心，增长愿力，啊，自自然然勇猛精进呐。啊，所以以这个现前三世佛果发菩提，你看有人，这我同学当中就有不少个。两目弥勒菩萨，将来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的龙华三会呀！啊，于是他发心求生弥勒净土。斗率天呢？啊，斗率天在欲界，啊，欲界第四天，啊，从我们这里上去，第一层。四王天，第二层桃李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就是斗帅天。啊，斗帅是凡圣同居土。啊，世尊为我们介绍，它有内院跟外院。啊，外院是凡夫。啊。是斗帅天的法，斗帅是梵语印度话，意思叫知足。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人在世间样样知足，绝无贪求啊，没有这个坚定心，样样知足，修上平十善，将来果报就到斗帅天了，知足天了。啊，内院呢是道场，啊，弥勒菩萨在那边修行。啊，等到他天上寿命尽了，啊，那个因缘就成熟了，他降生到这个世间来，事先作福。这是贤劫第五尊佛，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啊，所以就有不少人呢，求生弥勒净土，将来弥勒菩萨作佛，他们就是像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阿兰迦士、啊舍利弗这一类的，啊，跟到弥勒菩萨一起来。啊，做佛的上首弟子，啊，发这样的心啊。那么在近代，虚云老和尚就是发的这个心，啊，禅宗的，他真的往生，到斗帅天，啊，这个不是假的。啊，那我看到有不少修弥勒净土，临命终时没有好的瑞相，那我们就知道他没去成。啊，实在说，修弥勒净土比这个弥陀净土难了，弥陀净土容易。啊，弥勒净土不容易。上品十善，还要修唯心十定。啊，在这个佛门里面，大乘八个宗派，弥勒菩萨是属于法相唯识宗，他是法相唯识宗的。祖师啊，瑜伽师地论就是他造的啊，所以他们修行是修唯心实地比持名念佛可难多了。
啊，在唐朝时候，修弥勒净土人不少，玄奘大师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个都是有成就的，啊，真正往生了。我们再看下面的文，一事一故啊，若此信者，皆无有退故啊。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华严经》信心菩萨了就不退啊，不像三乘的，三乘发心的又退。啊，这个一乘原教啊，信心位啊，他就不退出了。这是非常稀有啊，非常难得。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分钟。